现在我们来进行矩形的练习啊，我们打开 SM 软件，打开相应的机械样板，啊，我们将这个文件保存为，案例的零二下面的销轴，Ctrl 加 S，好，我们选择这个，零二，销轴，你替换啊。好，我们将这个图层置换到中心线图层，这个常用的图层下面。我们选择中心线图层。我们首先呢绘制一条水平的中心线，执行直线命令二。打开深交。向右输入150。150常。好，我们再将这个图层置换到这个实线图层 AM 杠零的这个轮廓线图层。我们现在来绘制这个矩形输入矩形命令 REC。输入我们绘制第一个40×24的40×24。确定啊。我们再绘制第二个12×32的 REC。长度为12×32，确定啊。再绘制第三个矩形命令，输入68×24，确定啊。我们再绘制第四个7×20的，再绘制第五个10×16的。绘制第六个，7×20的，好，我们再将它进行这个移动，输入移动命令 M，选择这个第一个矩形的左边的那个终点先放在这里，再将这个矩形向右移动一点，我们这里移动5个毫米吧，好，我们再将剩下的挨着全部移动过来。输入移动命令 M，移动到这个终点这里剩下的一样的移动，然后再将这第四个的进行移动，剩下的这里这中心线不怎么对称我们就将它向左移动一点。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倒角，像左边的这个倒角导 C1 的CHAD1，再输入一个一，然后右边也进行倒角导 C1 的 CHA，然后我们执行直线命令将这个倒角这个转角处进行连接二。然后这里，这就是我们所绘制的销轴至此这个图形已经绘制完毕，按 Ctrl 加 S 进行保存。